杯唔係咖啡嚟噶。我知道我知啊，我冇飲過咖啡。爆風夠啦而家。我原本咧下晝咧有 coding class， 諗住咧已經 plan 好曬咧，因為今日搞慢煮扒，咁咧就要約好曬助手啊 Jerry 咧就。八點鐘咧就出發咧，就諗住去翻去 town gas 嘅。咁點知突然間咧，整個咁樣嘅爆風球咧，全盤計劃咧都喺度破壞曬，真係好老頭。冇咁，不如今日既然都要做嘢啦，不如就拍一條簡單嘅 vlog， 同大家 share 一下今日我做咩啦。你睇下，我都係啱啱即刻帶個麥開咗鏡頭，其實我而家咧頭又未梳好啦。鬚咧又未刮啦，睇下。同埋今日要自拍咯，所以你會見到啲鏡頭咧，一陣間好多嘢係我喺度自拍嘅，因為冇理由叫個工人姐姐幫我揸住部相機，佢唔係好識啊。我做 lunch 前咧，我想整咗個蛋糕先，因為都好似好耐冇做呢個蛋糕。原本咧，我嗰日咧，因為而家我要準備11月、12月嗰啲食譜嘛，咁我就其中有一個菜式咧係用番薯嚟做，係一個叫做紅腰豆番瓜甜薯湯。咁啊，剩咗啲咧番薯，咁我就話，都冇諗過嘅，突然間咁嘅爆風球，咁咪可以去煮咯。不如我整呢、這個整呢個叫做番薯糕啊 ，pat pat tat。看翻個食譜先，我本書，因為始終你做甜品咧，係嗰啲 measurement 要好準咯。咁啊，我睇下先。冇鹽牛油125，好彩屋企乜都有地噶。依條唔係教煮嘢食片嚟嘅，你要想學這個，睇翻我曾經拍過一條片，你查翻條片啊，或者睇我本書啊。再唔係上我 cooking class 咯。啊，係咁拍噶，但係唔得喎，因為我自拍唔到自己喎，冇理由咁樣喺度睇數啊嘛，算啦。剛才我在看書的時候，剛好看到 Town Gas 的 message， 他說今天那堂呢改到明天兩點鐘，都 OK。 因為其實呢太久沒上堂了，即是實體班，所以同學們啊，大家真的很期待啊。有沒有些男粉絲在這裡？你哋第一次睇 show 嘅相，好白痴問我啲問題。我呢啲叫快色咯。我記得我細個老豆嗰啲咧，好誇張嘅，成套剃鬚 set 嘅。依個嘢好正，即係自動伸縮。啊！我真係好中意我依個新廚房。方便了很多，還有看下去整般了很多。明天開班了，剛才天文台說4點鐘就會變成3號風球，現在沒有打風就好了，現在沒有打風就整件事挺好，挺漂亮，不過沒辦法了，即是影響到我，都影響到很多香港朋友嘅。不過好彩咯，即係依個風冇乜事。如果唔係慘，但係心理上準備曬上堂噶嘛今日，同埋啲同學仔好開心咯，個個都。而家聽日有多又嚟唔到，跟住之後到疫情又反反彈之後咧，嗰啲實體班有冇？冇諗咁多，做個先。
其實自拍也有自拍的好處的 3D 咯，我又不需要做太多的 editing。好香啊！嗰、那個番薯，切糕，切糕，切糕 ，and Bruno， 食食啊！誒，切糕大個啦！我頭嗰兩本書咧都有用佢上鏡，我自己同我自己講，我希望我第三本書，即係佢哋四本書。都有去可以放落去 OK， 繼續。大方向眼睇先，睇清楚啲先。OK， 試一試味。做了一排啦，即系几个礼拜前啦。咁啊，原来嗰日腰痛啦，唔知咩事啦，即系以为年纪老啊，系咪原来咧有肾石？咁啊，唞咗都差唔多成两三个礼拜，咁啊不停去饮水啊，食住药啦。下次再覆診應該是27號。我想應該那些石排出來啩，但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 touch wood， 現在是沒痛，I believe 應該 OK 翻。換咗衫啦，我而家想出去睇浪啊！唉，好無聊啦，一乜鬼浪嘅，講笑啦，只不過要落去買啲嘢，戴翻口罩先。我本來咧未出街嘅，落到去啦，點知開始落大雨喎，跟住我諗下。咦，又要擔住把遮，好似大風，我點樣去拿住個相機就要拍呢？即係無謂搞到自己傻路咁啊！咁啊，同埋都算打啦。你要睇落雨片，自己睇新聞片算數。不如而家咧就嚟三點三，幫你下午茶，快啲食我嗰個番薯糕，傾下計算數。我唔知咧，今日呢個突然期來嘅。即是八號風球有沒有打斷了你們的什麼的行程，我呢就打斷了，但不要緊，即是人生就是這樣，我覺得有時候都是你不 expect 的情況之下就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那最重要就是平常心以對咯。我上個星期咧，即係好多人問我，哇！咁你病咗，即係呢排你少咗出街啦，做啲咩咧？你冇話其實都幾多嘢做。上個禮拜我就趕翻即係還債啦，要拍翻兩個電台要拍翻啲嘢啦。Over the weekend 就趕住11月同12月嗰啲 cooking class 嗰啲內容啦。哇！11月、12月正坐床俾你聽，我有
一二三四五六，有六個 dish 咧，全部都係新嘢嚟嘅。例如燒肉食得多啦，咁係葡萄牙燒肉，唔知你食過未咧 ？And then 會有呢個春雞啦。下個禮拜咧，其實下個禮拜一我就喺 Town Guest 嗰度咧，會有一班教大家點去熬呢個海鮮湯啦。跟住會熬完個海鮮湯之後咧，就我哋做一個唔同嘅菜式嘅。我自己唔係一個真係拍開嘢嚟嘅，所以啊，對我嚟講咧，有時要諗嘅題材係都幾頭痛嘅咁咯。即係如果你而家睇緊片嘅，不妨話俾我聽，你中意睇啲乜嘢啊，或者有陣時想學啲咩菜式，咁我睇下用我嘅 limited 嘅 resources 去同大家 share 咯。即係 plus 冇叫我煮一啲我唔識煮嘅嘢啦，即係你要考我刀工嗰啲，我真係想同你講樹林草味啦。我啲刀工係唔得嘅，依個係既成事實，大家都知道嘅。雖然我而家仲好努力，每次都去練習，我成日會覺得我煮嗰啲嘢係真係個味道咯，同埋個感覺咯。So 就係咁多啦。咁啊，係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住俾個 like 啦、share 啦，同埋咧留個 comment 俾我啊。今日係咁多先啦，我而家去剪片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